这是悉尼一年一度的城市到海滩的马拉松大赛，每年都有超过8万多人选手参加的体育活动。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也报名参加了这个马拉松比赛。不惧年少，勇于和成年人竞争和拼搏。校队14公里的马拉松路程，拼搏向前。两个小朋友实力超强，在8万多选手中排名都在1万多名。好好庆祝一下自己努力拼搏后取得的好成绩。谢谢观看。